情况上安静一下，因为呢，人家来过好几回了，对不对？就是你们会不会担心，就是这部剧播出以后，然后观众会对你们三个的，就是可能会三个之间的一些演技进行一个评价或对比吗？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三个本来就是新人，然后我们本身也没有特别的去系统学习表演这块，然后在现场都是青春和小鹿姐才知道我们去怎样去那个演戏，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我们三个都不太好。哦，问一下，就是仙老师，就是您这么用心，然后拍的这个剧有改那么多剧本，然后怕就是有没有担心，就是播出之后大家会说，就是这个剧比较脑残呀，然后或者是比较雷呀，就是这种，就是让您的辛苦都白费这种，你有过这种担心吗？不可能，我这个人就是原则，不干自己没把握的事情。既然花了那么多精力去好好弄这部剧，那就说明它的成品一定是 OK 的。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有机会去看看，反正我个人一定是拿命去演，我演到后面真的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睡觉，我们整个团队对我们整个演员团队都非常的积极尽力，希望大家一定要给我们这个机会，但是不要丢了面子。如果我们这部戏看来是真的整个人道垮掉的话，不好看，你们在网上尽管骂我们，我们一点都不怕，这就是这个时代就是靠作品说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对不对？我们接受任何的批判，也接受任何的赞扬，谢谢。谢谢。下面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千玺，就是我想问你在整个戏中哪一部就哪一个场景哪一个戏是这个桥段最打动最有感触？应该是我跟我妈妈的那场戏，就是跟我的家里的那场感情戏。还有两个问题啊。
那想问一下王源，在这个戏中，就是对你那个哪一场戏最深刻的？就是最后我们输比赛那场，因为我们已经离全国大赛就差一分。哦，不错，不能剧透太多。就是很感动，我所有队员一起拼搏那种努力，让我热血沸腾，在我心中激起一阵消不去的火。我们的巡场环节已经结束了，有需要那个收场的请媒体跟我们进行一个参考。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好，谢谢。